Firm Lake 是候鸟迁徙的路径之一。每年的春秋季节，大量的候鸟在飞往它们的栖息地时，在这里歇脚。Firm Lake 有广阔的水域和丰富的食物，提供给候鸟。各种不同的候鸟来到这里，栖息补充食物，为下一次飞行储备能量。迁徙中的候鸟结成群体。在迁飞时有固定的队形，一般有人字形、一字形和封闭形。候鸟在飞行时非常壮观，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鸟群遮天蔽日。每年的这个季节，人们会来这里观赏捕猎。
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